another summer. A teenage anarchy inside. A faded free dream catcher. We never had to chase the high. Tapping into the consciousness. Stepping out of reality. I trip steady on your influence. The state of mind you ignited me.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博客。今天来冰封在这里。我在绵阳的话，基本上每天也不需要什么出去，就健身。今天就在外面，那个怎么说呢？运动了一下，相当于热身嘛。这种重量只能说是热身。然后，这几天先把那个器械买回来，到时候可以再，就只需要今天算了一下，就只需要买一套哑铃。5到35的重量，然后两根凳子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杠铃，再买一个深蹲架、卧推架，可以深蹲卧推的就没有了。其实，在绵阳感觉你每天出去干嘛？我觉得我每天没什么出去的。除了那个工作日上学哦，上学，然后其他周六、周日就基本也就在待在家里面，有时候出去朋友聚一下，就在咖喝咖啡。对，到时候那个综合工作体弄好了之后，咖啡也不用出去喝了。然后就健身也有健身房，然后又可以在那儿工作，还有沙发休息娱乐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然后吃饭这附近也很，这个就是中心市中心也很方便。但我觉得还缺一点什么吧，这个东西是个生活。就如果说每天让你这样过的话，哦，还缺工作，对吧？每天工作你得有些工作。但我的工作好像就是每天拍视频模特，剪片子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偶尔得出去拍一些商业片嘛。一方面是为了兴趣，还有一方面是你也得那个挣点钱嘛，然后再拍一些什么了，其他的就没有。但绵阳好像有没有什么？绵阳现在有没有什么展览啊之类的活动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太好的。我记得应该有啊，不可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吧。上次路过外面，好像看到有个什么汽车展，在那个体育馆、没有什么文化，关于文化的吗？艺术的？没有，那就只有去那个了，去，还有的就是剩下的吃了，去寻找一些美食啊之类的，然后就是这些。我是准备买一些这个挂在那个墙壁上壁挂式的一个杆子，然后买几个吧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做一些徒手的穿越啊，然后引体向上啊，什么都可以做。而且这样的话最主要是节约时间，就是每天我健身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嘛，健身完了半个小时你不用去外面，然后那里也可以又有洗澡的，又有热水，又有衣服可以换完，每天就是把时间成本节约到最低，然后可以用来读书学习啊之类的。这个位置本来就是只有一个很小的便民车，现在再这样估计发展下去会变成一个市场。拜拜。来，李老板的产业，割地图。你懂的。我吓一跳。那个他粉丝做的很死的味，他就是专门。我吓一跳，我跟你说。你就火了。我不想要。你妈这样子。你觉得你喜不喜欢他这个东西？哎，你不要说尴尬的问题，咱们是聊聊天挺好的啊。你妈见的是男的，你都不凑一对。因为我瘦身的时候，他妈的训他，必须要在今年找个女朋友。真的啊。OK， 来，今天晚上就跟朋友去坐了一下，聊了一下天，然后感觉还不错，然后朋友们就继续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，
每个朋友都会有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生活，继续着自己的生活。对，最近学了一个新的一个朋友教了我一个新的单词，叫做 YOLO。YOLO 就是一个简写 ，You Only Live Once， 就是你只活一次，就是要及时享乐的，就相当于游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种感觉嘛。因为确实是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其实对于有些事情可能会有些经验，但是对于人生来说，他每个人其实是都没有经验的。也许就是他对一些其他的事物有些经验，但是对于人生，我指的是对于人生怎么去过这个人生，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去度过，可能每个人他都没有经验，因为每个人他都是只活一次， You only live once。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个人，他们都会有很多种生活的方式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思想。所以说经常你可能会听见很多朋友他们怎么样的生活，他们怎么样在工作，怎么样玩呢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与错，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方式，对吧，自己的一个理解。就像有的人他觉得看我的视频像还不错，比较有乐趣，但有的人他觉得哇，我感觉好像每天都在讲大道理。对，是这样的感觉。所以说看你是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种方式去度过你的度过你的生命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去度过你这段生命的时光，应该是这样理解吧。然后明天我们再见。